有听到、哦？那你要吗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就抓，我就再抓两只就好了，不管了。两只公鹿，往左边，往右边走。那这边一只，来，这个交给我，克劳德大剑。可以抓了，抓！你在白痴什么？哦，有了，用滑鼠点真的是有点啊，技窘技窘的。再来就这一只，趁现在倒下的时候补一下。生气勃勃啊！他没有显示虚弱，再踹个一脚好了。他恢复了力气，再撞一下。我操你的！撞三小，我忘记补血，我只专心于捕捉。救我！送你一块骨头。心肺复苏术，这样子我就不会喷装了吧？确定啊，把东西捡一捡了。如果有人帮我心肺复苏术，我东西应该没有喷掉吧？还是有喷掉啊？